各位好，我是 Akibo， 然后我担任啊这一次录的一个视觉创作的工作。那让我觉得很新鲜的是，因为这一次是一个跨领域的组合，有互动的技术表演，然后一个有小说，有故事，就是这样一个串联的组合。那我觉得这一次最棒的事情，就是因为这所有的参与的伙伴都是我们以前有共同工作过，所以很有默契。那在建立了这个默契的基础下呢，就很快就抓出方向。所以我的部分呢、啊，我那个时候提出的就是说，因为这是一个很科技的一个技术的表演，所以我想在视觉上让它更有手感，更有人的感觉。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这次的视觉都是用手绘，就是就算我们里面甚至找到日本的古地图，就是宜兰罗东那边的地图，就是这个故事发生的所在，我们是把那个 Google Map 叫出来，把这两个地图叠在一起，再用手描一次，所以到时候呈现出来，我们看到所有的视觉都是经过手去画它，就好像唐老师的表演，它是一个很温暖、很传统方式来表演，但是你一点都不会觉得说它科技加进去会格格不入。那这是到目前为止，我觉得我参与这一次共同的创作，然后让我感觉到很开心的地方，就是大家来自不同的领域，但是我们创造一个全新的东西，那期待大家一起来观赏。